通常我哋會有第一個部分咧，就係會傾偈，不過時間關係，我哋就冇啊，即係話去傾嚇，去傾偈、聆聽啊咁。不過我都想問你，你有冇啲乜嘢你想耶穌幫你嘅？有冇啲咩煩惱啊、重擔啊，或者身體有冇啲咩嘢需要耶穌幫你嘅咧？身體唔好係咪？啊，你介唔介意講出身體咩唔好啊？簡單講得㗎啦。脊椎骨彎。哇，脊椎彎 ，OK，OK。咁你個心情點樣啊？因為你個病。有時會唔開心。有時會唔開心 ，OK。咁你而家個心情點樣啊？冇乜改變都係咁。都係咁，有冇啲唔開心啊？之前有，而家冇。之前有，而家冇，都好啊。啊，一個改善。咁咧，你而家個脊椎有冇覺得唔舒服啊？都唔算話有啊！唔算話有，你平時會有咩感覺㗎？即係嗰個脊椎彎。冇嘅。冇咩感覺㗎，不過就係彎係咪？係啊。OK， 好。咁咧就耶穌係好真實，耶穌可以將平安賜俾你啦，你可以經歷到神嘅平安同埋輕省啦，神嘅祝福，亦都可以叫你嘅肉身安然居住，神亦都可以醫治㗎。通常嚟講，我聆聽就唔會咁短㗎，不過即係而家嚟緊時間關係啦，呢個係一個示範。咁咧好欣賞你咁勇敢出嚟，你叫咩名啊？啊好啊，英文啊 ，Gloria，OK，、okay, 好。咁咧你啊，我自己咧係經歷好清晰嘅神臨在我身上，有人同我按手祈禱，經歷好大嘅愛。咁我亦都為好多人祈禱，經歷到不同嘅，有經歷愛啦、喜樂啦、平安啦、輕省啦、醫治啦。咁你想我去為你按手祝福，讓神嘅平安、神嘅祝福嚟到你身上啊？好啊，好欣賞你啊 ，Gloria。嗱，你試下啊，好投入，好想耶穌祝福你。你可以啊黑埋對眼，放鬆個人。嗱，因為我為你按手祈禱，即係手按喺你膊頭或者頭上 ，OK 啊 ？OK， 嗱，你放鬆個人嚇，好想耶穌幫你，好想耶穌嚟到你身上。嗱，我哋大家可以開眼望住我做乜嘢，但你又可以一路祈禱嚇。耶穌嚟到 Gloria 身上啦！喺起初嘅時候咧，唔好即刻按手住，你自己都投入先，自己投入祈禱，讓你自己放鬆。主耶穌，多謝你，因為天父多謝你，求你祝福 Gloria， 你祝福佢，施恩俾佢，醫治佢嘅脊椎彎，醫治佢身體，亦都賜俾佢平安喜樂，祝福佢整個生命嘅前面嘅路，我哋都交在你嘅手中。我哋需要你祝福我哋嘅生命，我哋需要耶穌嚟到同我哋一齊。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。嗱，我而家俾你按手祝福啊！主耶穌求你臨在按手嘅時候咧，我通常都係用手指尖嘅咯，因為好用力。嗱，好多時我放喺側邊，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如果我放喺前面，有啲人以為我推佢，因為佢有啲會搖動。我放喺側邊，輕輕掂住得佢。心諗住耶穌，多謝天父。嗱，當我祈禱嘅時候，我都係個心想向神，多謝天父，求你祝福嗰個人，讓佢知道佢係被你所愛。神你好愛佢，你知道佢嘅需要，佢嘅脊椎彎，佢心裏面都擔心，令到佢有唔開心。求耶穌你臨在佢身上，求你親自祝福佢，醫治佢。讓佢知道創造天地萬物嘅真神係同我哋有關係嘅，係好愛我哋，係知道我哋嘅需要，係好想憐憫我哋，好想同我哋一齊。主耶穌，我哋需要你，耶穌，我哋需要你，多謝你愛我哋，主耶穌，多謝你，主耶穌愛我。主耶穌愛我，主耶穌愛我，有聖潔告訴我，主耶穌愛我，主耶穌愛我，主耶穌愛我，有聖潔
高数我，耶稣爱紧我哋，求主耶稣帮助我哋打开个心，接受耶稣嘅爱，接受耶稣嘅恩典，求耶稣同我哋一齐，求主耶稣临到我哋身上，释放我哋所有嘅重担烦恼，所有唔开心都离开我哋，所有重担都离开我哋。主啊，求你嘅爱嚟到我哋身上。耶稣，愿你的爱来到我们身上，同我们一起。多谢天父，我们愿意接受你来到我们身上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的生命，医治我们的身体，求你医治 Gloria， 拿走他的重担烦恼，同他一起感谢主耶稣，求你用神迹奇事，在人不能的，在神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医治他的脊椎，奉耶稣的圣名叫他脊椎直过来，奉耶稣的圣名。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即赞美神的家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主耶稣，多谢赞美，求你临在哥瑞身上，祝福他，怜悯他，施恩怜悯佢，医治佢。啊，唔呀，即系天父，求你又赦免我一切嘅罪，拯救我哋嘅灵魂，将永生赐俾我哋，打开我哋嘅心，让我哋愿意去信靠耶稣，愿意跟从你。哦，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神你嘅平安充满佢，高满佢嘅心，多谢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圣名。阿門，你繼續黑眼眼嚇。你留意喺祈禱嗰時咧，你有冇咩經歷或者係感受？好似冇咁煩咁咯。好似冇咁煩咁啊嚇，即係主喎。嗱，呢個聖經所講嘅耶穌咧係會啊將重擔攞走嘅，勞苦擔重擔嘅人咧，佢會將啲重擔攞走，叫我哋得到安息，都叫我哋心裏面有平安。安嘅，謝主喎，耶穌好真嚟，佢祝福你喎。你嘅嗱，你留意你嘅心情啦，同埋個身體啦，啊，有啲咩留意到分別啊？心情有冇唔同啊？即係先你話都冇咁煩啦，啊，仲有其他有冇覺得嗰種平安、輕鬆嘅心態，同埋身體有冇覺得舒服啊？好多人都覺得聖經講到佢會肉身安然居住，有感受啲嘅感受啊，有少少，少少啊，係咪身體舒服啊？覺得係邊一樣啊？可以講出嚟。係覺得心情比較好啲。心情比較好啲啊！耶穌咁真嘅祝福你喎，嗱，你可以喐下你條腰骨，睇下腰骨有冇分別。你試下喐下彎下條腰骨睇下有冇分別。喐下條腰骨向前向後向左右，喐下睇下有冇分別。冇咁差，好似比以前冇咁差。乜嘢冇咁差？咪鬆咗啲啊，抑或舒服咗啲啊，抑或點樣啊？夾翻佢咯，夾翻佢，即係冇突翻出嚟。哦，冇突出嚟。你不如摸一摸邊度個位置，你摸一摸睇下。你摸下係咪真係嗰度夾翻佢？都係冇咁嚴重。係啦，感謝主喎！嗱，如果一次嘅祈禱，神會開始祝福，神可以繼續祝福你嘅喎，係咪？阿 Mandy 而家按喺佢嗰個邊個位置，你用嘅手示意俾阿 Mandy 啊，你用嘅手放喺個位置，係咪啱唔啱啊 ？OK， 嗱，你放鬆嘅人啊，主耶穌求你臨在喺 Gloria 身上，同耶穌都嚟祝福佢。哦，放得好鬆。瞓得好鬆，你可能感受一種身體搖動。聖經都講到有啲人咧，見到耶穌咧，佢就成個跌咗地下喎，即係強烈嘅時候。約翰見到耶穌又跌咗地下啦，啟示錄喺啊保羅信主嗰時見到耶穌又跌咗地下，啲冰丁又係啦。即係當你投入咧，佢覺得一種力量推動你嘅身體神嘅能力，你放鬆自己，主耶穌求你進入佢裏面，你覺得一種力量鼓勵係聖靈嘅能力。同埋咧，亦都可以推動你嘅脊椎向耶穌嘅。耶穌祝福佢，醫治佢。
主耶穌，嗱，你當你覺得呢種能力咧，你唔好抵抗，啊，乜嘢後面會扶住你嘅，你就唔好撐住，放鬆。神嘅能力會更大能量身上，啊，你親自祝福佢。耶穌，多謝你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主啊，你係醫治嘅神，因你受嘅鞭傷，因耶穌受嘅鞭傷，我哋得你醫治。你又講到手腕病人就必好，你係醫治嘅神。主，我哋全心信靠你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我哋整个心灵都归向你，渴慕你，渴想你，我哋感谢赞美你，求神你的能力临在 Gloria 身上，赐俾佢健康，赐俾佢腰骨得医治，叫佢一步一步进步，奉耶稣嘅圣名赐俾佢健康，让佢咧佢嘅身体嘅发展更加好，让佢身体咧充满健康同埋力量。哦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祈禱奉耶穌名，阿門。啊 ，Gloria， 我想你留意，你有冇覺得祈禱時一種力量搖動你嘅？有啊，呢個係聖靈嘅能力喎。聖經講到咧，啲人會跌低啦，未咁強嘅時候咧，身體會搖動。啊，神一咁清晰喺佢身上，感受到平安啦、輕省啦，身體呢個能力啦，你嘅腰骨又覺得好啲啦，好似冇咁突出啦。啊，神都好真實祝福你，你想唔想耶穌以後祝福你？整個生命想啊，感謝耶穌啊！你真的有呢個心，真的非常美好啊！耶穌真的很愛你。你有冇發覺呢個世界上其實有父母的愛都是很嗱？我不知道你屋企嘅父母的愛的情況啦，即普遍父母都是有愛的佢仔女係咪？甚至動物都是神創造，神有愛的神關心你。你有冇發覺啲好多食物都很好吃噶？因為神創造特登俾我哋享受嘅花草樹木，我覺得好靚啊！都係神創造俾我哋享受，就係因為神係有愛嘅。咁耶穌就係充滿愛，以至咧甚至為我哋釘啊十字架代替佢死嚟到赦免我哋。咁你想唔想耶穌赦免你嘅罪，將永生賜俾你啊？想啊！感謝耶穌喎！嗱，你跟我做呢個祈禱，真心講嘅，真心講好。真心從心底處發出，耶穌即刻拯救你嚇，我哋都可以一齊跟住佢講嘅嚇，一齊跟住佢講嚇。嗱，你黑埋眼嚇，跟住我講，親愛嘅天父，我感謝讚美你，你一齊講。因為喺祈禱嘅時候，你將平安賜俾我，攞走我嘅煩惱，讓我經歷到平安，讓我經歷到神嘅能力。亦都開始經歷神的醫治，神是很真實的，神是充滿能力的，我看到耶穌很真來到祝福我，我多謝你，我感激你，我願意接受耶穌做我救主，求耶穌祝福我一生，將永生賜給我，我願意承認我的罪，我有得罪人，講過大話，傷害過人的心，想過不好的事，沒有全心孝順父母，沒有全心敬拜真神，求耶穌赦免我的罪，用你的寶血洗乾淨我的罪，將永生賜給我，求耶穌入我的心，住在我心裡面，做我救主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我真心悔改，信靠耶穌做救主，你就將永生賜給我，我好多謝你，你今日祝福我，你又會以後祝福我，我願意跟從你，時時看聖經，祈禱，感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我愛天父，歡迎天父進入我生命中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，祈禱奉耶穌名，阿門。我想問你，耶穌有沒有真心求耶穌赦免你啊？有的時候恭喜你喎，耶穌已經拯救你的靈魂，你已經是神的女兒喎，神真的祝福你的。啊，你祈禱有冇覺得個人有啲唔同啊？你可以再留意。